你好，中国，这是赵西呢。我必须说，现在，在《速度与激情》中，我做很多采访，很多很多很多，所以在一个采访，我有一个错误，所有人问我，如果我可以用中文，《速度与激情》中人给我很多资讯 information。所以很多采访，很多 information，我有一个错误，我必须说，现在就是很重要。我爱更尊重中国，更中国人。我很抱歉，对，我的错误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很抱歉。你必须了解，我。很爱、很尊重中国跟中国人，不好意思，再见。